喽，宝宝们，今天我来吃个辣蟹拌饭。咚，看看我们家的韩式辣蟹块，辣蟹块，超有食欲，拌到米饭上。嗯，一定不要浪费哦。来一块，俺们的大蟹肉。嗯，一绝。大蟹的酱，配上蟹肉。嗯，太好吃了。一定要把蟹肉挤到米饭上，浪费，来吧，来上一大口。嗯，好吃。